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0年的3月31号，社区倒了一大车的肉和菜，大家都是通过网格员团购，然后现在集体排队取货。但是现在队排的非常长，我排一下看有多长啊。人与人之间隔的还是很开的，都大约1米以上。都是排队的，一直排到这里了，返回。如果有菜的话，这里排要排多久也不知道。我先买点面条，就是热干面回去，等消息吧。这个热干面么卖？10块钱一包，3斤。10块钱一包，这么样呢？10块钱一碗是吧？10块钱一包，3斤。5块钱一包，2斤。哦，还有都是是吧？都是。哦，都是多少钱？15块钱一包。好。好，把这搞一下。还有的么子吗？热干面是几多钱一包？10块钱一斤。10块，它一袋是多少斤呢？我三搞一袋。一袋是3斤。10块钱一斤。对，一袋3斤。25，还要不要么子？街上的人明显变多了。白砂糖，没有看到这边有白砂糖的，那只有超市里面看有没有了。那我先，好，那我一样给你拿一袋，好吧？那我等会儿怎么给你呢？我等会儿直接拿过来给你了，好吧？但愿很快就解封了，不要受这个罪了。一袋是热干面，一袋是黄皮的豆丝。好了，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